王者荣耀百里玄策技能怎么连招？百里玄策技能连招攻略。在王者荣耀当中，百里玄策是一只非常灵活的新英雄，拥有高额伤害收集能力的玄策势必成为新热门的英雄。想要玩好玄策，就必须注意技能连招。下面跟各位分享一下王者荣耀百里玄策连招的教程，一起来看一看王者荣耀百里玄策技能连招技巧。百里玄策的技能连招，百里玄策技能连招有好多种方式，其中主要是利用其二技能做跳板，只要二技能能命中，则可利用三技能位移贴脸伤害，一对一极限输出二技能至一技能 A 大招 A 大招 A 大招二技能 A 一技能。点评：此套连招可以做出极限输出，就在二技能印记内制造直达伤害，此连招可以释放三段，但是第三段大招释放瞬间立即使用二技能，否则二技能就会中断。抓人连招一技能二技能三技能 A 二技能 A 三技能 A 三技能 A 一技能，利用一技能制造靠近敌人的机会，再利用二技能蓄力命中敌人后，利用大招快速位移过去。如果对方在塔下，则推荐使用二技能直接丢到塔外，然后大招跟出来。草丛埋伏二技能至一技能 A 大招 A 二技能 A 三技能 A 一技能。在草丛埋伏或开团时，可利用二技能起手，在二技能命中敌人之后，利用一技能贴近敌人进行普攻，之后利用大招位移效果来贴脸输出，